早点，好，人讲吼，拢报时不报忧啦。啊，我若看到你哦，我都话要紧张死。你拢唔捌咧报好康呢？你免紧张啦，我今日是专门来通知吼，以后可能这陈志荣，就搁出庭做证人。是安怎？都我叫我去做证人啦？但这我了解哦，陈志荣牵涉是交这个偷窃、股票的案件的。迄桩案件唔是已经结案啦？啊，我有去关啊，我嘛甲检察官报告安尼，啊，现在搁交人遐起诉。陈志荣。 伊当时恁还要替你打嘴，而且我甲伊要求讲，法官搁着重新来审理。但你放心啦，咱咧法律是公正的，法官会合情合理来审判。你大家放心。啊，我是咧。多谢周长啊。哎，周长，我无咧讲，你倒吼来就无好康啊啦，毋是掠人啊，啊若无就送传票啦。哎，啊对对对，一个电话未接，我摕一张。啊？ 我托一张，嗯啊，搁通，唔是啦，一张杯啦，我要搞我担心。啊，多谢。啊，多谢。昨天我上，当初若不是我坚持要提出告诉，志荣嘛不会发生这种代志。大嫂，你就不要难过了。当初啊，是大哥不对，要下面有那么做，这事情也不会发生啊。妈，哎。 小看咧，那迄个组长唔通跟我入来啦。哦。不是组长啦，是本田先生来了。哦，洪大嫂。啊啊！本田先生。啊啊啊！伊来什么事？伊来什么事？爸。哎，阿玲啊，上次已经我已经知影，所以我这次来台湾是要救阿。 本田先生，你是不是有啥办法会当去救志勇？这个办法吼，我爱为我当年甲林伟成啊合作去到处股票方面想办法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这个办法，我必须爱小芬来配合，才有法度来救我志勇。